花莲即阵嘛拢地动，啊，网络有哪来风声讲，即花莲大桥出现必顺，随时会等于叫民众千万唔通经过。啊，不过公路总局表示讲，这是假消息，请民众唔通相信嘛，唔通乌白团，较袂去人发。这是十四早起6:52，花莲发生瑞士规模5.2地震的时阵，监视器画面，花莲大桥照旧是排的摇，暗个网络煞传出桥因为地震被开唔通过，暗个是最高花莲大桥煞三里旁拢无。网路上传过来的，就是说花莲大桥啊龟裂啊不得通过。我那时候在美国，他传说说这边什么轰桥啊，东海二子啊，哎呀，这个他用意是怎样，我不晓得。公路总局表示，花莲大桥两座，向东是民国57年完工，向西是91年完工。这两桥在1807年2006地震时，桥台升起来出现部分春桥崩，已经派人去铺点啊架，避免误会。在那个2006地震的时候，这个裂缝就已经存在那边了，它是属于在整个引道的中间的部分，不是在行车道路上面，不会影响行车安全。环境局表示，若确定是假消息，因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一项，处3天以下拘留，或者是30,000元以下罚款。建议民众接到任何信息的时阵，先纠正再转发，才袂造成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